参加展览啊，上一次是10月份哈、啊，那是我的个展，我的那个帮我提字的就是吴启生校长啊，当时很匆忙忘记介绍，他是这样介绍，吴启生大师啊，他介绍好几次了，这好朋友啊，这个二话不说就马上帮我写字啊，那非常感谢啊。不过为此为了感谢，为了那个陪证，我特地请到10个班。谢谢。好，那这一次的展览呢，我也是觉得那奇怪，我变成好像重要的人物了，为什么？我以为我只是引荐他就好了，没想到我要参展啊、嗯！而且是还是前面一个月不到，他说他在策划的时候，他说我要提供实践，我都那惨了。对，平常不像冰翔他们呢，他们和李老师他们都是做些成套的，有在做些，我只是在用做艺术创作的心情，随性的做的东西，都是小件的，都是单件的比较多。所以说呢，我要我一次拿出10件失足那个茶具的，那我怎么办呢、啊？后来我看说，插花的也可以的，我拿来看看展览，看一些那个。茶艺馆哪里，或是说有活动的时候，那些茶会其实它旁边也会有一些插花的，比如说搭配木头、搭配流水、水流之类的啊、哦。因此呢，那个用这个心情来看的话，我的东西好像还可以摆到台面上来。靠、哦！啊，所以说我这次的作品呢，有一部分你们大概在10月份的展览看过，那其中那只壶是我唯一做的一只壶。为什么只有做一只壶？因为我不像冰箱可以在那边慢慢的摸，他做了20-30年的这个茶壶，他可以很有这个慢慢的，很有怎么说，他的技术又好，所以他的设计感也好，他就可以慢慢把它是那个组合起来。那像李老师这样的成这个这么一大堆成套，我大概做两年做不出来，因为我很少时间可以坐下来慢慢休息啊、所以我想最近我的工作状况可能会比较有调整，我可能比较可以专心坐在家里。会慢慢的开始调整我工作的状态哦，那我就可以做一组完成之后再来做第二组，大概再排个机会给我做这种成套的展示。下次的话，好、距离张毅的校长的2年，我想大概过了半年了，我希望我能够完成哦。好，啊，这是我的那个作品上，就是说大家在欣赏的时候呢，可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像我昨天特地跑到安和花市啊，就是那个新店安和路，新店的花市买了一个万年青，那个意思叫竹节点节节高升，步步高升啊。所以说呢，我就是针对我的东西，我也是做一些处理。也许我的东西并不是很精致，可是应该是耐看。所以釉药并不是说一定要很精美就漂亮，拉的东西也不是很精美就漂亮啊。但是你说那种破陶破碗反而就不错，所以我的作品就比较有一些不同的感觉。特别是釉药的表现，那你帮我们这个是木叶添釉，那真的是非常难啊、这个我做不到啊。但它有它的诀窍，这个它的秘诀，这个一些经验，那我想未来是传承一下啊。我快先学会，我才会有机会享受它啊。好，那至于说我自己在创作路程呢，这个我其实接受了很多朋友的帮忙，像黄飞老师，他跟我从那个在年轻时候我就在71年就在一起了。他在艺术创作方面一些造型什么。没话说，他早期也拉过胚，他可以拉很大的，只是他没有在往这方面走啊、他就专心油画。然后呢，吴启生校长，他我们年轻时候也是在一起，他写字很棒，写字跟陶其实是相关的。我们也曾经在上面陶上面刻过字啊、这个陶板书法什么都有啊、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相关的。而那个冰翔主任呢，他也是我们这个71年，我到校长之后我们就开始了。那时候后来我先到美术系师大，我就后来换他了。我们其实啥也就是这样，我们有4个人，每个礼拜晚上，每个礼拜六的晚上8点就到你家，我家这样都有啊。每一次呢都会到1-2点，慢慢才把时间给那个给提早了。那现在呢大家也几乎散掉了，因为真的是大家都孩子长大了要读书什么，很多事情要处理啊、哦。但是呢在这么多年里面呢，我其实接触的茶友或是自己收藏的茶壶其实都不少了。啊，但是最终回到还是茶叶啊。我自己也在那个花莲，我家附近有那个瑞穗的鹤冈茶，那鹤冈的茶啊。然后呢，在我自己在平里的宜邦国小68年，去担任3年的老师。那个时候认识了很多的那个茶友，自己那个天天有的喝好茶。然后呢，那个自己有好朋友，他是竹山那边的人，他也常常都到洞里，自己家也有四季春什么啊。所以说我这一路这样走来，其实我跟茶叶的那接触的时间是很长的
啊，那个所以说茶文化其实不只是在生活上，在心情上认识茶叶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展览真的非常重要，非常好，因为那个国汉老师安排那个学生要奉茶啊，一种礼仪，也是我们生活上除了我们这个在不要说这样子汲汲营营的在做一些很多追求名利啊什么啊，钱财什么，其实身体要顾，喝茶还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放松自己。喝酒跟喝茶是喝茶好。有时候经验，有时候那个生意为了生意喝酒那那没话说。可是呢，那个喝的茶那个是一种朋友真挚真情的表现，真心的表现啊。我们不要喝多喝茶对身体好，好，我想这样子啊。好，谢谢。